豆哥，你爱我吗？六哥哥，六哥哥，六哥，我就喜欢你，六哥。豆哥，你还饿吗？六哥，我以后就是你的娘子了。六哥，我们回家吧，求你了，六哥。荷儿，你想留在宫里面时时陪着六哥吗？荷儿想好了，荷儿愿意陪六哥一辈子，做这宫中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。你不想荷儿像宫中许许多多的女子一样，在这座城中困一生，但是她已经自己困住了自己，一道懿旨，送不送她？苗娘子是最亲最亲又最疼惜的娘子，他心里只认可苗娘子。这么多年，除了一凤阁，他还曾属于其他阁殿吗？如今他心里认可的女人终于让他成为人妇。我一定要在皇儿出生之前给荷儿这个九品之首的位置，因为担心他会仰仗我的宠爱和孩子，争权媚君，但我是他的夫君，更是他的六哥。我知道他不是那些女人，他会幸福，定是他和孩子的依靠。